高东里， 教训的机器， 江水里是武林最近最清的金秋头，这是黄石，你的秋头敢不当救我看起来，想看秋头并本事，敢不当用较文明的方式。哦，安尼好咯，我这张布借你看，要你的秋头借我看，安尼好唔好？可以。 真爽快，安尼好咯，咱国强部啊手套甲烫起来放伫涂骹，然后咱相机直播，大家再行过去。 正告上，咱两个开始行，一、二、三。 好。 东西怪了，敌当有鬼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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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原来是你，北巡营长，红娘。 今天是你性命穷尽之日，哈哈哈哈哈哈！说了一摆，唔甘愿，又想再说第二摆，你的对手唔是我，红娘，殷贵人，哦，卖怕我了，我最讨厌不力。 你别当解决问题嘛，你确实不能解决问题，方式可以解决的，哈哈哈哈哈哈！真好真好，越来越趣味了，多吉卡梅了哦，咱良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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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今晚今天的菜是米饭高关节的吗点点点送了曹小敬啊你秋中的秋头未到来我秋头关联什么大事哎呦这晚朝陶秋头杨兴人多呀这个秋头什么时阵是林主的我说是就是啊中下地给我啪曹小敬啊你敢喊我给我看我那里啪你想要走人人先走不要紧害死五公五公五公不林都兄再前进攻盟随着是秦前寒中之灵昆海出勇天开引攻不林至高圣地六极天游但有什么不为人地的秘密文雷尊尊小鸟四川昨天的短极天游又是何种神秘组织林宽的吉林宽北新文红为着最感激联合各方势力
一次共用一箱草，无尽灰烬烟灰烬，国富精雄，都给给抗母之雄，两人尽量再出真流氓。银纹奇豚。公鸡用不该欺负祖国鸡用红天鸡用神勇麒麟，杀生为虎生。暗夜为真人，世事如棋，乾坤莫测，小心英雄啊！玉璧一连串精彩后续。请继续收看《霹雳国际多媒体》新年度最新超强力作《霹雳一枪》，不如兵退武器上，天来一度归统，圣母活动重新着，不得再开黄天宗。